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名人钟表。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格拉苏蒂9002偏心月上腕表。讲起月上款式腕表，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宝珀的6654、积家的 Master Moon Face， 以及今次为大家介绍的9002偏心月上款式。手表直径为40mm 毫米，是一般斯文款式的标准 size， 材质分为 18K 玫瑰金和精钢版本，表面还分为白色、黑色和现在比较流行的蓝色表面。这款腕表的特别之处是表盘上面的布局，偏心表盘设计尽显个性和独特，遵循黄金分割比例、小时分钟的刻度盘和小秒针位于偏左的位置，而月上和日期的显示窗则对称地分布在标盘的右面，整个标盘的设计可以说是十分精妙。机芯方面是选用了格拉苏蒂自家制的9002机芯，拥有42小时的动力储存，而机芯还经过精致的打磨，配合透底的设计，令到各位用家可以随时都可以欣赏到品牌的精致手工。今集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分店选购，或者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拜拜。